大家好，我是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璃月每日委托。璃月港有海盗，128到129造呀，海盗远大前程元神成就全收集，1.0到4.8共1240个已完结，包含天地万象隐藏成就、每日任务、世界 boss 及其他璃月每日委托点石城什么130石野运也。这批视频我们来收集安亚海盗和远大前程这一两个成就，那还不如我们就用图片形式来讲吧。我们需要在每日委托里面先接到这个璃月港有海盗，要接到最少三次，和露露阿飞小萌做完一次游戏，露露会让我们带联盟过来给他，然后阿飞是一起扮演海盗，小萌则是我们用熟悉的角色青石甲板，三次每日委托都完成，然后我们就会获得这个安亚海盗这一成就。小萌下面还会有一条分支，是海盗想长大，水水阿拉的烦恼和小海盗想出海。我们完成了这个安亚海盗的成就之后，最有可能会接到这三个任务，然后这三个任务的对话选项建议都选第一项，这样在后续比较容易接到委托。三次都完成，我们就能拿到远大前程这个成就。这期视频没有演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石野运也这一成就，我们需要在璃月的每日委托里面先接到这个点石成什么，要在石头的几个创石中选到价值最高的一个，一次性选到，选创石有技巧，等下布丁会在视频里面进行介绍。我们一次选中最糟的那个创石，就会获得事业运也这一成就。好的，以下是演示视频。我们需要在每日委托里面先接到这个点石成什么。接到这个任务之后，我们来打开地图，来到璃月港下方这个起闭点，到了提币点之后，我们去找石头，在提币点的北方向，我们来和他对话，然后选第一个来一块试试。我们选择600摩拉的，我们选择我仔细看看，然后来我们打开派蒙，把时间调到晚上半夜，然后观察这几个石头，哪个石头是最亮的，这三块里面，之后我们再找一个角色和桌子较矮一点，拉近距离，大家会看到这些东西，就里面会有一个黄色的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，应该是矿石吧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看到这些东西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提交那个选项了。记住这块石头是在哪块布上的，这里从右到左分别是红色、蓝色和黄色，刚才我们唱到的是红色，来我们选择在红布上的这块，好，一次选中之后我们就能获得这个成就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